的，搞得跟日伪军一样，我操，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日本鬼子军村一样？我他妈搞得跟防学军一样。哦，这是军人的裤子，我操！我说怎么回事？兄弟们，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，我操！应该是要做这个社区。妈的，这个拖拉机跟中国的怎么样？妈的，我知道是干什么的，去干活的，我操！我还以为干什么的，应该是去抓鱼的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这又是不是很像那个什么缅甸那种割腰子的？我操！妈，你们过来，估计他们要吓死。啊，这跟缅甸很像的，抓鱼去了。啊，看他这种拖拉机跟咱中国的不一样，我操，搞得跟车一样，应该是组装起来的吧，兄弟们。摸鱼去了，兄弟们，去摸鱼，跟他们一起啊，去摸鱼了。我操，我也是第一次搞这个东西，走过去看一下。不，这是一个鱼塘，兄弟们。我操！哇，在这里面摸鱼啊，这是一个鱼庄应该是。啊，这个包了可以啊！我操！哦，鱼塘我知道了，跟中国的一样，也是鱼塘养鱼用的。我去，这个牛，我操，中国都没有。啊，你们快点把他们的，接力。哦，你们没有那么哟，我操，手机掉了。手机掉了，我操。他妈手机掉哪里了？多少啊？一万。